空气袂歹哦。环岛的第三天，我住伫咧山内底。今日的行程就是要去台东四界耍耍安尼。吃出来。啊哈，包子是不是？你爸就去捶包呀。滚贝去山线，山线还是海线？山线现在没东西可以看哦，刚插秧啊，然后金针花也没有啊。金针花还没开，嗯，大家看后边很乱哦。环岛就是安尼，就是 messy， 所以滚去海线好不？会当看海景，啉咖啡耶。敢不够海哦？就一直看海好了，没关系啦。好 ，Go。今日天气是阴天啊，我上介阴天，因为爽快。即马就去找包，什么包是伫个海鲜诶？帮我找看卖。东河包。东河包。我伫三仙台诶，要来行八拱桥咯。听讲东海岸的海边较危险，较危险，因为伊就是玻璃的建成的，突然间就一个 step， 你就会落落。你嘛就来背包，你看伊有遮侪靠边的，你背啥物蚵仔包啊？很香，其实也蛮好吃的。大包来的调味实在是较好加，嗯。不能吃哦，这不是我的吗？我不喜欢芋头。外面的蚵仔应该是碎碎的。再买一个。今天喝假哎，我不喜欢芋头。Very 的蚵啊，这个真的好吃哎，这个出乎我意料的好吃。我阁有白土豆包，麻仔包有一点啊苦苦的。你内底上贵是蚵仔包，32元，其他的拢20几元啦。上俗是肉包的，22元呢，这个很大，大。这个肉包你一定要买一堆回去，一打吧。真的很好吃，虽然蚵仔较贵，但是蚵仔会比甲真材实料的感觉嘛是值的。好啊，中昼食了啊，要去 shopping 啦。嗨，我今仔伫都兰啊，伫一个小镇啦、啊。但是来都兰一定要做一个代志，就是来看都兰书包。都兰国小的书包已经变较有名了，可能是。都兰国小的人拢足会投吧，佮加上伊是原住民风的特色的书包嘛，是不是有国小生刚刚进去了，他们要买书包上学是不是？跳脚。就是有得海景咖啡，是不是足惬意的？咦，路边拢咧卖这个水果，是不是应该买一粒啊？哇，这边是啥物？释迦。台语。不知道谁知道？释迦。释迦。Let's go。到了太麻里喽，迎接第一道曙光的所在。哎，今天虽然是拜六吼，但是无遮济人诶。大家都去太麻里隔壁了。你知道太麻里隔壁有个主题曲吗？唱吧。麻里隔壁。再唱啊。就麻里隔壁啊。麻里隔壁，一直在看海，因为我行海线嘛，废话。哎呀，台湾上水的多良车站伫咧修理，就无缘分啦，拜啦。
喂、欸。喂。这是哪里？亚历巴迪耶达人呢、欸？达人哦。已经是中央山脉的南部了哦。哇哦！哇靠！农场怎么说？农场。农场。哇哇，好偏僻哦！天啊。达人家就是台湾族的家乡，明仔载就去 explore 一下。但是现在巴肚枵，所以。明天没有，明天就到垦丁了，一些 explore 什么啦。好，那不要 explore， 再讲一次，不 explore 就可以吃暗的，就枵的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间是808海产店，看 Google 的评价袂歹哦，来试看卖。我点了红烧豆腐、桂竹笋、季节时蔬加肠卵。这是头家向我的情人馆，饿死我了。嗯，很赞。我就要吃这么饱。嗯，好饿，人间美味。反倒好像蛮容易饿的。啊，原来是好吃的 ，Google 分数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好啦，再来吃下四家啦。四家啦，又叫做佛头果，为什么？佛头果因为头啊。佛陀的头感官哈，然后又叫番荔枝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原产地是美洲，但是是荷兰人引入台湾的、欸，所以台湾人也叫做番邦引入的这个番荔枝。台湾是出产上多四茄，四茄。我刚学这个字不太会啊。台湾是全世界出产上多四茄的所在。哎、啊，为什么你今天特地要买？到台东是不是爱买一粒？啊，是四茄来哦。哦哦、来，我要几瓣几瓣的，就这样一半一半剥下来吃，皮不能吃哦。嗯，啊，籽要吐哦。嗯，是不是籽很多？嗯，来，什么味道？甜甜的安尼咯，皮边爱白有一点啊，涩涩的。对，很甜哦。嗯，台湾人会重视姜。为什么你们这么会重视姜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把它吃完吧。嗯，好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的 vlog， 所以这摆就是跳跳的时间，一盒细细珠宝，这个珠宝就是够多，会当放你的手机啊，安尼。它是很厚的，它可以背在肩膀上面。礼盒、零钱包有两个拉链，对，可以让你放，也可以放卡。沙盒、卡夹、包，这个是我觉得最实用的，常常做捷运的，哦，超好用。它上面还可以挂你的钥匙啊什么的。留言讲，我爱都兰。对，我们就送你都兰国小。好了，这个是给留言的人去抽志愿序，现场直播抽奖的名额就是吃一个人只会当抽一届，但是你已经得到，就要留给其他的人来回答。啊，现场还有神秘特奖，我在垦丁买的。直播来看哦。